太美了，太漂亮了。不要走了，这次真的要跟你告个别了。这次要去哪里吗？十年八年的又不回来了。我跟你认真的。你真的是认真的？没有开玩笑。上次不是说去成都吗？是因为我表姐的工作上的事情，她下来找我了，处理完了就没事了。可是这次不一样。你要去哪里？去我梦想开始的地方。反正在我走之后，我希望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。天冷了记得穿衣，多加点衣服。带孩子很辛苦，你要多注意休息，平时多喝点热水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会讲话，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好的。再见，笑笑。你想吃啊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虽然你比我小一点，但是在生活中更多的时候都是你在照顾我，像一个大哥哥一样。所以我想这样叫你一声。我刚才没听清，你再叫我一次好吧？我不好意思了。那什么时候走呀？我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。去哪儿呀？去我工作的地方呀。什么时候去？就现在。我也不逗你了。什么呀？其实是这样的，这下半年我们这个工作比较忙，所以门市上没多少人嘛，所以我要回去忙一段时间。哦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真的又要走。那跟我去呗。什么时候去？就现在啊。你看，要不这样吧，跟阿姨说一下，这两天让她帮忙带带小宝。我想带你去，也是去转一下，好吧？现在走吗？对呀。走吧。一凡。哎。这就是你上班的地方呀。对啊。就这个香料铺子嘛。哦。男版别傻愣着了，就进来坐嘛。待会儿我们还要忙一会儿，要配货这些，今天可能有点忙。好。走吧。啊，陈总夫人也在这里忙。Hello。没事，你坐一会儿嘛，然后我去配货，因为陈总他要去开车过来，对吧？那你去忙吧，我在这里等你吧。好。喂女朝一个说还是女吗？不该。小小很久了吧？没事。咱们去吃饭吧。我这里忙得差不多了。好。然后这里离古镇比较近，待会儿带你去转一下。好。那走吧。小小小小。到了镇上咱们就吃跷脚牛肉嘛。好呀。这边是我的家乡的特色。好。前面就有一个。好，那也走吧。看好了吗？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下？是一个雀巢吗？雀巢是吧？你要吃什么？都可以，你点什么我都可以。来个小锅的桥鱼的怎么样？那就来一个小锅的恰恰牛肉吧。行。好啊，就够了，两个人吃太多，点太多吃不了。好。
哎，谢谢谢谢，你也吃吗，小姐？一般。怎么了？我看你搬那些东西好像还挺重的。这大罐还是小罐？哦，还好嘛。那有些就几十斤，有些一百多斤。你每天你得扛那么多东西，然后还要开那么远的车到我们那边去送货，我觉得还是好辛苦。其实习惯了嘛，因为毕竟做这个行业嘛，选择了就要坚持去做。还好还好。你还是要注意身体，你看你每天又洗澡澡的，然后还得干那么多活，开那么远的车，你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啊。好好，吃吧。哎，你也吃啊。好，谢谢。吃，快吃，这个冷了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好。小小，怎么了？你有多久没像这样逛过街了？好几年了都。好几年了。因为一直在带孩子嘛，然后也没时间出来。我也和你差不多，都在忙工作。都挺忙的，这样偶尔这样出来逛逛也挺好的啊。啊，是。小小，小小。哎。你平时喜欢拍照吗？我很少时候拍照哎。嗯，是不是因为这后面带孩子了过后就很少去旅游？嗯，对，基本上都没出来过嘛，然后你也知道我很少拍照的。那今天既然我带你出来，就散心嘛，也算是。今天既然到了这里，你看这边是什么？拍照的。对，咱们去置换一下。不用了吧，那拍一套都得好贵吧？没多少的，这，怎么说呢？那句话，青春没有售价，对吧？然后，咱们就抓紧时间，就记录记录。嗯，我都没拍过。怎么？有我在，别担心。好吧，那走吧。走。对，怎么了？现在一套挺贵的吧，要不然我们别拍了，不要浪费了。不贵，这个他这一套才100多块钱，他主要是给你做了个妆照，知道吧？而且你想嘛，100多块钱，你买不来青春，买不来回忆，对吧？咱们趁这个时候多记录记录，好吧？既来之则安之。那好吧。好，安心坐啊，我在那边等你。医生，你没吐手是割你嗓子还是什么？哎，好了吗？好了。怎么了，一凡？怎么你没弄好吗？一凡，一凡。哎，怎么了呀？我哪里没弄好吗？不好看吗？这不好看吗？怎么了呀？太美了。太漂亮了，这老板的手艺太好了。我都有点不习惯。没事，咱们来第一次嘛，是不是？以后有时间可以多记录一下。你看现在天色差不多，嗯，咱们就去拍点照片，好吧？好。那么咱们就直接来个转场。好。走。走吧。